毛不易，一个夹在山河令中间的男人。倒计时正式启动。此时的毛老师还不知道他将遭遇什么。我觉得你们这环节非常不公平，是不是？看到没有，被我猜中了。不愿人是非，怎料事与愿违。我已经尽量表现得很自然。有五十分钟，我就给你五十分钟。但是最多的人，那个时长，我们这个分钟数最多的应该不是他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很了解他。他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它去不回。我已经尽量表现得很自然。请夹在山河令中间的男人来点评一下谁的歌唱，茫茫觉得这个我太难了。大家用眼神示意对方。远飞，一壶清酒，一身尘灰。